现在往计时开始。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两位七分呢、啊？哎，高了一分五十二秒。哎，师傅，我们又加一十一点二分。鲜鱼活吃的项目的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数制一下。要完备了。比赛现在进行开始。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要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啊？火候还不太明白。谢谢你们出。